我这看电视干什么你们啊？干什么你们这都是啊？不要绑架呀！哎，蓉蓉，蓉蓉，你配合他们是不是？我看刚才你怎么看表呢？你等着，宝贝，你也参与，有事联系啊。起来，是吗？他累，让他歇会儿。累什么呀？妈，你腿没事吗？你们这都是家属对吗？啊，嗯啊，现在病人需要休息，咱们家属太多了，所以咱们家属先回去吧，好吗？那晚上我们总得有人陪夜吧？啊，留下一个人陪就够了。嗯，行，谢谢，谢谢，回去，谢谢，王老师。行，那雨果辛苦点，到时候让草莓跟你轮流着啊。白天我跟雨季管，妈，那我们回去了啊。你安心在这休息，听话啊。嗯，好好休息，别瞎琢磨，听见没有？乖啊，走吧，妈，走吧，走吧。妈，有啥事你就招呼。妈，我送送他吧。这有什么好送的呀？那我总得到护士那儿弄张折叠床吧，要不我睡地上。那你快去快回啊。知道。你还想吃点啥呀？怎么又说吃的？能不能说点别的？我成猪了，天天吃。我马上回来啊。哎，你也是肺癌呀？啊，我这是怀疑待查，就这么查来查去的。哎，你猜怎么着？最后啊，就那一刀，非得弄你个开肠破肚。你说这整天就跟等着判刑似的。没错，那会儿就是那心情。可是等我这刀开了以后啊，哎，我一看那结果，我倒踏实了。哎，咋地咋地吧。你看你多好啊，一大群儿女围着你转，我就这么一个人儿，我一刀清净了。哎，来这个病区的都是这个病啊？可不是吗？差不多都是，要不是这个病，哎，谁让你住这儿了呀？啊？要不说我不愿意来这儿呢，我就在别地儿查查就行了。孩子们非让我来。哎呦，赶上了，赶上了，赶上了，亲家，亲家，你们怎么还来了？这我亲家，我病友。你看，我们紧赶慢赶的，就怕来晚了看不着你了。是啊。哟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要死了是吧？看着我死的吧。哎呦，不是亲家，不是人家医院不是有探视时间吗？就怕错过这个时间呀、啊，人家不让我们进来了，就看不着你了。我也说你们就别往这儿赶了，你挺麻烦的，别来了，这挺远。是啊，哎呦，是蓉蓉这孩子啊，说让我们一定得来看看你，是得了这种病，怎么也得鼓励鼓励你啊。是啊，一定让我们看上一眼再走。看一眼再走，就是说我得了绝症了，是吧？活不了几天了。哎呦，哎呦，不是，不是，亲家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你看人家老张，我笑了，对，都听出来了。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么跟你们说吧，科技发展到今天，医疗技术也提高了，我呢也且活着呢，死不了。哦不。好了，我说，今天亲家好像心情不太好，那我们先走吧。啊，你们来了？阿姨，我们先走了啊。哎，干嘛不再多坐会儿啊？叔叔阿姨要走了，你就赶紧送吧，都挺晚的了。好，慢走啊。哎，好，也死不了了。怎么说话呢？这都是。咱今天这个会啊，主要的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于季，你把脚放下。今天这个会主要议题就是咱妈这个事儿，啊，咱妈这事儿来的确实是有点突然，但是咱们都得做好心理准备。咱妈有可能真不太好，所以说，咱们兄弟啊、妯娌啊，都得一心一意的为咱妈好，啊。哥，这你放心。这都是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哥，
我和雨果，我们俩轮换着值夜班，没得说，再苦再累都没得说。我也可以去。哎呀，嫂子，你那身子骨你先养养吧，等妈回来你再上，现在有我呢啊。那我也得去看看他呀。这样，蓉蓉，反正咱们现在不是决定了从江北帆公司辞职了吗？那幼儿园那边呢，就先等等再回。这段时间你就辛苦辛苦，医院家里多跑跑啊。我不是现在上班了吗？那我下班以后就陪着咱妈。现在就是这饭菜的问题，这医院食堂的火。没事，大哥，我上，有我呢。咱妈想吃啥我就给她做啥，还有我妈茶桌上那茶点也供给上。点心营养不够，还得……哎，行，都别说了，这事交给我吧，我不进来。别交给你了，交给你营养就更不够了。你们也都别管了，都交给我跟蓉蓉吧，我们就多费费心。总之啊，咱妈现在这种情况，是吧？咱妈现在这样，她说什么就是什么，绝对绝对的不能跟咱妈回嘴，都听见没有？嗯。行，那散会吧。在琢磨，我丈夫余华山也是从这个医院走的。你说，这是不是他来找我来了？老涂，你说你瞎琢磨什么呢？啊，这精精神神、活蹦乱跳的，你没事净琢磨那没影的事干嘛呀？你瞅我，哎，你跟我比，我都是缺心少肺的人了，我还想好好活着呢。你呀，都没法说你。你瞅瞅你这儿女啊，围着你，多孝顺。我羡慕死了。我要是不说了，我想好了，等我出了院。我们老家那学校啊，缺老师，我就去代课去。我跟那帮孩子们在一块儿，哎，我就越活越年轻，我肯定特开心。那些孩子们，我就当是我自己的孩子。我都想好了，咱们俩萍水相逢，这就是个缘。老涂，你好好的啊，你好好的行不行？睡吧，睡吧。电话。嗯。你接。喂。果说妈要出院了。嗯。啊？喂。那你等着，我们马上到，马上到。快快快，起床。我知道你不累劲了，你赶紧哎，老忘了，不是是的，行，你要出院也得等大哥来了再说，他来我也得出，不是你别再给我收了，这太早、哎、太早了，妈你好好说，不行就这么定了，走、哎、同病还不同人呢，谁能冷静点吗？谁跟他干嘛呀？怎么了？这事出什么事了？老闹出院拦都拦不住，你可来了，你别看这个，你去看这个老张，
本来都快好了，都要去当老师去了，这说不行就不行了，给我班长，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妈，你别害怕，别害怕啊！行，都听你的，咱回家行吗？你不想在这儿住了，那咱就不在这儿住了啊！东西别忘了啊！哎，这就走了？怎么着啊？别让妈一个人走啊！嘿，什么情况？我去看看啊。跟我这么紧干嘛？你快快快，自己把被子掀开，快点，躺下，在床上躺下，好好休息啊！把鞋脱了。对，哎呀，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妈，我跟你说，你今天表现确实有点怪异啊。那鉴于你目前这种情况，我就不多说你什么了。我既然答应你回家了，是吧？你就得听话啊！你只要听话，怎么都好说。你别找事儿，知道吗？但是有一点哈，就是干嘛？盖严了。你热不热？你盖严喽。我怕漏风。行，你盖严喽。反正我们就在外边啊，你想吃什么，想喝什么，随时叫我们。想支持谁支持谁啊，都听你的，你只要听话就行。你别在外边，你也挺累的。行，我不在外边，反正你随时叫我们，有事啊。小点声，吵得我睡不着。嗯，那我出去了啊。有事叫我们啊，听话啊，好好休息。昨天，医院也没睡好觉。去，嗯，怎么着啊？没事，放心，妈都听我的。放什么心呢？他说回你就让回啊，医院怎么办？这你别管了，医院那儿我去搞定。反正咱妈的检查结果还没出来，没事。那妈的病就不看了，万一呢？没有万一。开会。嘀咕什么呢都？我这说开会不是开追悼会，怎么都陌上挨了还？坐，都坐下！快，听妈的，赶紧坐下，赶紧坐下啊！快，别让妈生气，都听话啊！老老实实的，赶紧坐好了。行了，妈，到位了啊！愉快！我首先要说你啊，我就觉得不对，为什么我一说出院就让我出来了？怎么不拦着我呀？你们要是把我拉回去，我有辙吗？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就说你没拉我呀，这我一说回家，你说走，咱回家。你这不煽动我情绪吗？不是你要回家的吗？雨果拉都拉不住。行了，别说了，让妈说。没看出来啊，躺着也中枪。没拉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得了绝症，无药可医了，让我回家等死，是吧？你说的这个家可不是咱这个家啊，你说的是阴间的你爸爸的那个家。雨果，报告，妈，我那单位是溜出来的。还着急回去呢，想溜啊，想溜！久病多天，不行，马上回来。我人心病重，知道？我也坚持不住。行了，你就坐下吧。干嘛？干嘛？你也想溜？没事，妈，让他走，他走了，走就走了呗，没关系，有我呢啊，有我跟蓉蓉陪着你呢啊。对，接着开会。接着开会。医院是不是把结果通知你们了？通知家属，我得的是绝症，是晚期，无药可医，没有治疗价值，让我回家等死。妈，你听我说啊，我也是医生，我想说什么呢？你想说的就是，让我笑对人生，那是电视剧、电影、小说里说的，生活中可能吗？谁不怕死？谁听得自己得了绝症不怕死啊？我也想好好活着，所以呀，妈，那你得接受检查和治疗啊。看，说实话了吧，他让我治疗，我没病，我治疗什么呀？没病我去治疗，我不有病吗？啊，不，我说的是检查。检查？检查我也不是没查，我这一管一管的血少抽了，啊？行了，愉快。我要是能治的话，你肯定会拦着我，我就是不能治了。所以你非要给我弄进家里来，让我在家里等死，
哎呀，妈耶！干什么干什么呀？这是我这还没死呢，就开始嚎丧了。哎，那个妈，那您就直说吧，你想怎么着？想让我们怎么做？不用做，我穿得漂漂亮亮的，把我的首饰都戴上，我笑对人生。妈，妈，妈。妈，你听我说啊，笑对人生是可以的，笑对人生是对的，但是咱们现在绝对没到那个时候呢啊，还早着呢，你别想太。有情况，妈，别动，我来。不是。哎呀，亲家，哎，我都快要进医院了。哎呀，我匆匆忙忙赶到医院，一看你人都没了，把我给吓的，我以为你……哎哎。对，我这谁啊？啊，我怎么就没了？好着呢啊，好着呢。啊、怎么就没了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你病了，我也不知道你想吃点啥，来的匆忙，路上买了个蛋糕。草莓说这是你爱吃的，美好时代，美好时代。哎呦，太好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！你这精神头太好了，一点都不像病人。草莓，魏叔问你来着，问你回来没？告诉老魏了。啊。我告诉他了，我说你回来了。哎呀，你说这是就应该嘱咐你。哎呀，嘱咐他也没用，教也教不会。哎，香妈，我给你们切点水果啊。好好好。哎呀，亲家，你说这咋回事啊？你平时怎么这么硬朗？怎么说病就病了呢？啊！哎呦，你不知道，你这一病把孩子们都给急坏了。草莓，草莓，整宿整宿的不睡觉啊。这病没啥家族遗传史。哎，阿姨，阿姨，阿姨。我妈没病啊，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呢。一个是没病，再一个你放心，绝对没有家族遗传。盼着我有病，盼着我早死，惦记我房产证上的名字呢。哎呀妈，你说什么呢？这亲家，这说的啥话呀？我们草莓出房子吗？这不跟余记都住着呢吗？不也是越多越好吗？啊，是，我是觉得有些事儿吧，咱们得趁早做点打算，要不然。到最后来不及了。来得及，阿姨，什么时候都来得及。提前的好，有些事情是要提前做准备啊，免得来不及了。啊，我是说，余记和草莓不都登记结婚了吗？我本来就想等你回来，咱老姐俩商量商量，赶紧把孩子婚礼就给办了。你身体不好没关系，养着我行啊，我张罗去啊。这婚礼一办，给你冲冲喜，搞不好你还死不了了呢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你别再说话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啊，这种时候我也不跟你计较啊，提醒的好，提醒的非常对，非常及时。有些事情一定要提前，否则我这一闭眼就来不及了。虎子口没养全，赶紧办回来，否则我这一闭眼，你说你跟蓉蓉对付不了那华亭路，那虎子是咱家的根儿啊，这抚养权一定要要回来啊。草莓和余记的婚礼抓紧提前办啊！不是，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说虎子抚养权啊。我是婚礼，你婚礼不是已经登记了吗？不着急，哎呀，那也得散会，我散会了。我在理理思路啊，妈，那我留下照顾你啊，你就不用照顾我了，你越照顾越乱啊，就到这儿了，我不送你了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好，你的包拿着，好，行了啊，婚礼的事我不说了吗？登记了，不着急，是什么时候办？跑不了，跑不了，你们大妈都在这儿呢，是，行，不送你了啊，啊，好，我是，那先闷在这儿了，哎，怎么就走了？啊，走了，他们要着急有事儿啊，好，慢走啊，对，啊，好，那这水果，啊，水果啊，别拿走，给我。啊，这活一天少一天，吃一口少一口。哎呀，你看，阴影很明显，还得继续检查呀。可是我妈她偷跑出院了都，那也得继续检查呀。不是，老同学，你就跟我直说吧，到底什么情况？你也是当医生的，那就牙医不一样，我们都直截了当，哪儿好哪儿不好，这牙拔还是补拔都直截了当说，你就跟我直截了当吧。不太乐观。
哥，你说，从小到大，妈跟着我享过什么福啊？都没有。我还是个画人物画，从来都没给妈，就给妈添乱了。行了，你别难过了啊。不光是你，咱仨没一个让咱妈省心的。哎呀，这事儿啊，先别跟雨果说啊，我怕他受不了。草莓也先别说呢，草莓一知道就全知道了。这个我懂。关键我不想让咱妈知道。你说检查之前咱妈就紧张成那样了，她要知道了，那精神就垮了。蓉蓉那边我也先不说呢，女人也可藏不住事儿。哥，你跟我说我下来应该做什么？只要现在能让妈高兴，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那就是什么事都顺着咱妈呗，她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完了该吃吃该喝喝。关键咱俩得绷住了啊，你千万别让咱妈看出来。咱妈一直想把虎子的抚养权给变更过来，这回我说什么找华庭路也得把这事儿给办了。我就是跪下求他，也得了了咱妈这个心愿。妈还有一个心愿，你真回来了，草莓跟我说你回来的，你坐上，喝杯茶，快点。哎，好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坐，坐，坐，坐。哎，别忙活了，阿姨，您喝茶好。哎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过来的。说心里话，我真的不想过来。你还怕雨季不同意啊？他都不是。我这一辈子把一切都交给了孩子和家庭，只要孩子过得好，我也就没什么想的了。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理解你的。人这一辈子真是太快了，一眨眼就过去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想到哪去了？想想我知道你的心思，你心里苦着呢，但孩子们永远理解不了，你为他们付出了全部，你牺牲了你自己呀、啊！你要有什么话，到我这里来说。你现在继续上班，绝对没问题。家人是好朋友，做个伴聊聊天也挺好。到老了，我派你去养老院，啊，家里还是邻居啊。您又派我去养老院。等不到你派了，你瞎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不管遇到什么难事，千万别想不开，你来找我，告诉我。老贝，跟你说个事儿。说。我得了肺癌晚期，没几天了。要把虎子的抚养权要回来就行了。
进来。哟，你怎么？这是你怎么来了？来，快，坐，哎呦，怎么样？啊，还干得好吗？哎呀，这不是你这基础打得好吗？哎，要不要喝点咖啡啊？我刚磨的。不用了。不用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想找你呢。蓉蓉现在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跟你说，女人就怕这个，真的可伤身体了。她没落下什么毛病吧？毛蓉蓉挺好的，你满意吗？那就好。蓉蓉还提我吗？李建东，咱俩是朋友吗？是啊。你开口闭口的毛蓉蓉，你问过我吗？你问过我好不好来找你干什么吗？你这不挺好的吗？啊，对，你找我来干什么？行，那么在意毛蓉蓉，真好。我这件事儿还真跟你的毛蓉蓉有点关系。跟蓉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撒手！不，你干嘛呢？你还是这。怎么你还是这脾气呢？你坐，你这不是你自己提的吗？好了，咱不提他了啊。什么事？我妈，涂香香，也就是毛蓉蓉的老婆婆，病了，肺癌。啊！哎呀天哪，那蓉蓉给多伤心呢。你怎么不问我伤不伤心？那是我妈。我知道，那肯定是你，不是你。这就是话说到这儿了，别激动，你坐。你怎么，这不是话说到这儿了吗？你看，还哭上了，你看，别哭。你说，什么事需要我帮忙？哎，只要我李建东能做到的，我肯定帮忙。行，这话是你说的。我说的。什么忙你都帮，我肯定帮。多难你都不跑，我跑什么呀？你说的啊，说吧。给我当男朋友。这不行，这肯定不行。这个雨果，不，你这个我，你刚才答应我的事，不是我答应你刚才说你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一点准备都没有。真的，我求你了，咱俩不合适，你看，咱这怎么就不合适了？李建东，不是，你看我你不带这样的，你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，你太突然了，我这心里面简直没这么想过。我告诉你，不用这么委屈，不用这么为难，我不是让你真的给我当男朋友，我就想让你给我演个男朋友。为什么呀？我们家兄妹三个，大哥二哥都结婚了，我妈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我结婚有一个好的归宿，可我到现在都没嫁出去。老太太病了，医生说没两天了，我就是想让他放放心心的走，哪怕是我给他演个好归宿。怎么了？别，给我雨果当男朋友这么委屈是吧？哎呦，我就这么差是吧？不是那意思，雨果，你看你说什么呢？别哭啊！来。不是我不知道，你不刚跟我说吗？你那什么，你放心，这忙我肯定帮，好吗？阿公，谁跑谁是乌龟王八蛋。我跑。那你24小时开机。
那我不送你了。李建东。啊。现在就去啊。奶奶，您找我啊？啊，那个，找个没人的地儿去。啊，找个没人地儿，我给你跪下。啊？这，您给我跪下？不是，我想跟你商量商量，你能不能把虎子的抚养权变更给余快？虎子奶奶，这事儿啊，我都跟您说过了，这个抚养权呢，我是不会给你们的。虎子呀，要跟着亲妈。就像我再也不能跟余快复婚一样，就算我求你了，看在我这个快要死的人的份上。你说什么？谁快要死了？我。医生说我得了绝症，没多长时间了。不会吧？真的？我跟他谈了，他说他好好想想，等想好了跟余快谈。那就等等呗。虎子是他亲生的，大哥骨头还是您的根。你还想去哪？我陪你去吧。回家吧。那你这，你抱个大猴子干什么呀？你这是，你这大白天的晃来晃去的，干嘛？从今天开始，过一天妈就滑一天，看这日子还能过多少天？不带这么吓人的啊！你贴他干什么？你这撕什么呀？你这是，我就想让你们看看我还能活多少天。对我好一点，我多活几天；对我不好，我就少活几天，我就死了。妈，干什么狠巴巴的？啊？好好好，是我不好啊。是我错了，行不行？行，我待会儿就把它再粘上，都听你的，好不好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不是？你现在是咱们家老大，是不是？行不行？我听得出来，就是我得了绝症，活不了几天了，对不对？什么事都让着我。妈，你不带这么折腾人的啊！你要这样，那咱们以后日子怎么过？不耐烦了吧？烦了吧？行，我干脆早点死了，省着爱人的眼。你什么死不死的？你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倒计时了，停！行，妈，你行了啊，咱讲点道理好不好？你说你抱个大猴子，你快来让我抱会儿。这是猴子吗？你行了，你干嘛呀？你这是，咱讲点道理行不行？咱有病治病，是不是？说秃噜嘴了吧？我有病是吧？得了绝症了，活不了几天了，快死的人了。我还有下一句呢，没病最好。谁说我没病？医生说的。是医生说妈没病。余快，妈跟你说实话。
妈不想死，妈没活够，妈还想看着你把虎子的抚养权要回来，妈想看着蓉蓉再给我生个大胖孙子，也想看着草莓也给生个孙子，我还想看着雨果结了婚也给妈生个大白孙子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们这怎么听着你还重男轻女呢？你行了啊，我是生了不行，又不一定是男孩，妈就想看着你们，妈要没事啊，妈你放心吧，有你大儿子我在这儿呢啊，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，听见没有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，没事儿。妈你拿上这个。没有，我就觉得这花卷还真的不错，是吧？特别好吃，妈，这花卷可是一绝。那你花卷，咱妈我让我妈再多做。我吃了三个，妈，我没想我吃多了，想吃还不好说。我妈那茶桌上给你预备好多茶点呢，各式各样的，可好吃了，赶明儿给你送过来。哎，我学会做，那我倒是吃了没几天核桃了，所以都对我好点儿。你说什么呢？您别这么说啊，您一定会长命百岁，万寿无疆的。对，万寿无疆，永垂不朽。刘草莓，吃饭。他说我永垂不朽。口误，口误，草莓不是那意思。草莓的意思我能明白，是吧？草莓，那我不是那意思，妈，我那意思就是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哎，这虞姬，什么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？行，你别说，怕我早死呢，是吧？不是，妈，他心里话说说这个嘴了。大家都别说，哎 ，stop， 我来说，听虞姬说。妈，首先这个我得批评你，别老说我死了，我要走了。你这是，你说我们谁能离得开你？就是谁哪一个能离开你？可怜呀，你说妈不妈？我们三个要是没有了妈妈，我们成了没妈的孩子。我们成了没妈的孩子，你说你心里不难受吗？不是你要干嘛？我打几个电话。吃完饭再打电话，你这管子没吃几口呢？你们是我吃完，我给我你给谁打呀？我让我给人打呀。你给人打电话干嘛？你先吃饭，先吃饭。我是想看看我这，他们一知道我生病了这消息，他们什么态度？你这是干嘛呀？这不是开玩笑呢吗？那怎么开玩笑？我这考验考验他们呀。这怎么考验呀？这我电话一接通，他一说话，我一听就一目了然呀。妈，那人家要说啊，您多保重，那这不也是个态度吗？对呀，是态度啊。那万一人家啪电话直接挂了呢，那不也是态度吗？现在这人世道炎凉啊，我跟你说，千万别瞎折腾了，吃饭好不好？我打个电话，快别折腾。那为什么不让我打呢？这里边一定有问题。这能有什么问题？你吃饭的时候，别着急，别说，愉快。为什么不让我打？你说我啊？你说为什么不让我打？我问你呢，为什么不让我打？打。必须打，现在就打，先别吃饭了，陪着咱妈打电话去，走。打完电话咱们再回来吃饭。走，妈，现在打，你看，现在就打电话，打电话，打电话。我不给你吃这个，谢谢啊。这样，还是先给蓉蓉家打。妈妈。